粉条说到美食，起锅烧洗脚水，水开下粉条，插好捞出过水头梁，起锅烧油，头热不花钱肉馅搞里头，葱末姜末搞里头，来点料酒去腥，老干爹的小媳妇老干妈搞里头，全部炒香，来点忘情水，蒸炒陈醋搞里头，陈醋多来点，500粒鸡精，386粒精盐搞里头，做好的粉条搞里头，扣上锅盖，中小火咕腾5分钟，这个就是肉末酸辣粉的教程，上方红心帮忙点亮，求求大家了，没有你的双击真的不行，让我也上这个门，感谢大家。一洗到出锅，我先捞一口，